采购信息浩如海，网友面前成浮云。近日就有火眼金睛的中国好网友在信息纷繁复杂的云南省采购网站上找到了亮点，国际名牌路易威登登上了当地大理州安监局的采购名单。政府采购出手够阔绰呀，路易威登您听说过吗？那可是名声响当当，一个 L 一个 V， 那叫驴牌。人家驴牌啊，不 LV， 据说产品件件高端大气上档次，动辄过千上万。当跻身政府采购名单时，更是熠熠生辉，亮瞎众人的钛合金双眼。安监局长现身忙解释，工作人员不知是涉事品牌糊涂血量巨大，只为凑数。I'm so sorry。有媒体忍不住吐槽：“局长，有体面点的解释吗？当百姓都是 SB 啊！”就算不买 LV， 最便宜的也要千元一个。而那采购中的防潮垫、帐篷、睡袋，这是要野营的节奏啊！局长大人，这一份用途不清、制定不明的采购单可还没说清呢。接着忽悠。继嫌犯躲猫猫等各种离奇死亡，以及虐囚、贩毒、性侵等事件频频曝光之后，看守所和监狱便成为犯罪分子避而不及的地方。不过，身处深圳第三看守所以及英国罗切斯特市监狱的嫌犯们，却因条件优越赖着不走了。你们的破监狱哪有我们深圳第三看守所好？我们提供的可是五星级服务。要说条件优越，哪儿轮得到你们看守所？应该是我们英国提供皇家服务的监狱才对。废话，我们深圳第三看守所为嫌疑人提供单人套间，环境优雅，干净整洁，每天四菜一汤，吃嘛嘛香，还不用担心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罗切斯特的监狱为每一个牢房都配备了 PS2 游戏机、电视、小型冰箱、音响等，而且还有半裸模特海报哦。来我们深圳第三看守所的人，我们会给您最真诚和热情的服务，让您来了还想来。没有错。而来我们罗切斯特市监狱的朋友完全不需要保外就医，我们给您提供的是一站式服务。相比之下，那些关押高官的秦城监狱什么的弱爆了，实在是居家旅行、安享晚年必选之地。够了，不要在这打广告了。逃犯们，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电话自首吧。近日，北京女子小丽坐地铁遭陌生男子装熟人拉扯，男子诬陷小丽偷车并试图将她拖走，小丽死命抱着保安不放求救才虎口脱险。那么碰上这种罕见的装熟人碰瓷儿，该怎么呼救才能最快让围观人群明白真相呢？One to one，快速和围观者产生冲突，问候对方母亲大人，把旁观者变成当事人。Round two，抹掉眼泪，拿出女汉子的架势，打砸抢地铁里的公共设施。这样一来，保安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歹徒拖人离开。Round three，主动反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攻其要害，然后潇洒地拍手走人。Round four，主动诱惑，既然歹徒爱演情侣戏，不如将计就计，当一回女流氓，主动挑逗色诱。心虚的歹徒肯定把持不住。最后，当以上几招都不管用时，是时候祭出绝招了，大喊一声城管大人了。结果嘛，你懂的。周末了，我们来点轻松的。我说哥们儿别闹了，你以为穿个皮套姑娘们的胸部就任你摸吗？哦是吧，真让摸。还是大中华的妹子守身有余，洁身自好。俄罗斯脑残骚年们集体自虐，洗手指菠萝打蛋蛋，你们这是用生命在自虐呀、啊！替我问候你主治大夫。哦、看到这个您会想到什么？纽约市立大学女校长想歪了，她一怒之下斥资10.7万刀重新设计。校长您太较真了，看我泱泱华夏的知名学府，校徽直接证明了他们是弯的。肉肉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瞧这个淡定裸奔哥，把群众雷得外焦里嫩，目瞪口呆，更加急坏了警察叔叔，拿上床单就扑啊！你在干嘛？是我这儿因为算是自己在惩罚了。我说哥们儿，完成工作目标，你别用裸奔来惩罚群众的眼睛啊！路人是无辜的。这位大叔叫做加藤英，曾从事一份天下男人羡慕的职业——日本男优，号称26年床战8000女优的他宣布退役。姑娘们，你们会想他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女屌丝们，如果你们还在为自己的双下巴苦恼，果断45度自拍变女神。如果全局是死角，
哥就帮不了你了。美丽之上的女人们，你们还在往脸上放蜗牛吗？看我们都开始用鸟粪了。日本一记流传已久的美容方法，除此皮去污垢，只不过这味儿。警察叔叔们颤抖吧，看这位妇女为了偷整箱啤酒直接塞到裙子里，这位女汉子真是激动的合不拢腿呀。把新闻联播做成 3D 大片，看这位主持人唾沫横飞，场景也配合得如真似幻，只能狂点赞了。网络最热点，轻松看新闻，我们下周见。